鸿运道老板家一个火锅哈，给大家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打算整一顿火锅吃，自动升降火锅。现在家里面已经没人了哈，小宝宝、小老板他们都已经去上学了啊。宝宝早上9点钟就要起来，天天缠着让我去送他上学。下次呢，我来给大家拍一下我送他去上学的一个画面。然后呢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买吃火锅所用到的食材，顺便来看一下奥斯汀那边的物价和新泽西这边差的到底怎么样。现在我们到大华了，然后先去大华里面逛逛。大家看一下，他们这边还出了这个年夜饭的套餐268，这个有点小贵哦。就这几个菜，刚刚在门口还听别人说呢，说这有点贵吧，确实挺贵。来拿个柚子吧，在国内冬天都是吃柚子好季节。挑个重的，是不是这么挑？这还有啥芭乐？芭乐是啥呀？感觉有点像南方的水果，我们那边都没有这个。这长得真有点芭乐的。拿点蘑菇、金针菇啊，这金针菇2.99一袋，确实挺贵的。像这种有机的4.59的。这边没想到还能买到响铃卷，真太好了。这一包5.99哈，豆皮儿还是5.99，好多买鱼的呀，生意很火爆。在中国超市买了点青菜什么的，花了120块钱，真的感觉东西没买到啥。然后现在去韩国超市啊，买点肉什么的，他们这边肉比较新鲜一点。这个普拉达现在感觉比较冷清啊，没有之前这么火爆。从韩国超市里面出来了，再来给小老板他们买点这种甜品就回去了，奶茶和烧仙草什么的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你那么美丽的魔力花。现在正在带小老板回家啊，今天放学了，马上到家了啊。现在开始在这里发疯了。今天吃火锅啊，呀，好，走路上跟我闹了一路，说要买星巴克。我跟他说家里有比星巴克更好的，是不是 ？No，No 什么 No？ 你说奶，你说奶茶比星巴克好？哦呀！哇，宝宝，哎呦，这好吃吗？哥给你吃的哈，那是什么呀？我以为你吃完了呢，宝宝，快给姐姐一点，去拿给姐姐一点。哦，这谁给你的？大海。不是公公，公公给你的，不是大海给你的。巧克力的好吃的，吃吧。里面有巧克力的，对。嗯。哦，哥哥不吃，哥哥不吃，你吃吧，放好，不要放地上，宝宝。宝宝，又跑了，那吃棒棒糖。You mess me up. No, no, 不是我，你今天要去上钢琴课了，你知道吗？快去，快，好亮！一会儿我还得带你送你过去呢。你别在这捣乱啊！哥哥在装这个火锅呢。但是他这个不是鸳鸯锅，我以为是鸳鸯锅呢。哎呀，有点可惜了。哥哥正在组装火锅呢，好吧？别捣乱，去，去那边玩去。你天天吃糖，这么好玩吗？快站起来去，宝宝，你今天你想吃火锅吗？你想不想吃火锅？不想吃。你会不会吃火锅呀？会不会？你哥哥说，你跟别人看看你在学校里面手上弄的东西，看看手呢？这里，这里衣服上。哇，是怎么弄的？你说是怎么弄的？嗯，不说了。哎呀，害羞了，害羞了吗？嗯，宝宝走吧，咱们下去，姐姐在这上班好不好？宝宝，宝宝，姐姐在上班呢，走了。你想去哪边？去这里。去
去卫生间啊？那你去吧。你去。为什么要我去啊？我一起去。你我跟你自己去吧。我害怕。你害怕？啊，行，那你跟我好好说，你说哥哥我害怕。哥哥我害怕。啊，一起去。我一起去。好，走。你先说。好，我领一个人。好，哎呀，这小孩真是。行了啊，害怕不？嗯。没事，那马桶的声音，说。你看。嗯，我看见了，哥看见了，那是影子，知道吗？啊，咱们等一会儿吃火锅了，好不好？走，出去，走。要把你欺负小妹妹的视频放到网上，发一下。就是这个人一直欺负小妹妹啊。哦，哎呦呦呦。摔的了，小宝摔的，哎呦，啊，我来检查一下小宝宝啊，医生来了，哎呀，哎呦，嘿，你还好吗？刚打完架又相亲相爱了，那我看看，哎呀 ，I love you，look，wow，oh no。哎，宝宝，你刚刚那个小裙子转怎么转呢？转一下。对。哎呀，真漂亮，真漂亮。乖，我们吃火锅了，宝宝。嗨，专门换个衣服啊。快吃火锅了。这东西还可以哈，啤酒已经备好了，快来，小老板，我们都吃完火锅了，你在干嘛 ？No cool。哎呀，你吃那个油条好吃不？哎，别弹了。哎呀，真不好听，真的很不好听哦。我脸红不红？脸。搞咩啊？搞咩啊 ？So red。帅不帅 ？No。哎呀，你看你爸爸。Tomato。你爸爸的脸更红。Tomato。I want to see。哇塞，真漂亮，小妹妹。哇，来哥哥看看你的头发，别动，别跑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的头发是不是？头发在哪？哦，在这儿。哎呀，这么臭美吗，宝宝？哎呀。宝宝，你也吃火锅吃的好不好？在刚吃完饭一会儿，小老板在这表演一下平时我拍视频哈，给大家来看一下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大家好，我是大海，今天我们去买东西。这个很好吃。然后呢？一般结束的时候我会怎么？这个、是小老板。结束的时候一般我会怎么说？
拜拜。还有呢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哎，对，对。